天天跟我做，每天一分钟，飞碟一分钟。男朋友总是抱怨市面上的香薰不够好闻，哼，愚蠢的人类，让我来给你定制一款香薰蜡烛吧。小玻璃杯、棉线、筷子这些材料家里都有，再准备一只剪掉盖头的易拉罐就好。需要现买的材料就只有500克蜂蜡和一瓶精油。女生自己用的话，选择果香、花香的最适合不过了。给男生的话，就试试木香、茶香吧。准备好材料，就可以跟着我做蜡烛了。先在锅中倒入水，加热，水的深度不要超过三节指关节。接着把戳碎的蜂蜡塞到易拉罐中，一起放进水里，小火烧五分钟后，拿筷子搅拌一下。如果蜂蜡完全融化了，就趁热倒进玻璃杯中，滴上5滴左右的精油，搅拌均匀，然后插上棉线，棉线要露出玻璃杯口一厘米的样子，然后用筷子横放在杯口夹住，防止在蜂蜡凝固的过程中沉入杯底了。最后等上了10分钟，把蜂蜡凝固就好了，脸上闻一下，浪漫又凝神。昨天参加朋友生日聚会，有个朋友抄起蛋糕就往老子脸上扣，还好我反应及时。多大点事儿啊，不就是块蛋糕吗？他们是把点着蜡烛的蛋糕往我脸上扣。